演技自然真实，观众直呼太惊艳。演员张若楠因其在影视作品中的出色表现而受到广泛关注，特别是在某段特定演出中，观众们纷纷表示其演技的自然度和真实性令人印象深刻，仿佛他并不是在演戏，而是在真实的生活那个角色。这一现象不仅充分展现了张若楠在演技上的显著提升和深厚功底，也反映了观众对他角色塑造的高度认可和喜爱。许多观众认为张若楠的表演极具自然感，他仿佛是在讲述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而非演绎戏剧化的情节。这种真实的感受源自于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生动的情感表达。在他的作品中，无论是可爱的微表情还是丰富的情绪变化，都能让角色栩栩如生，仿佛就是观众身边的一个真实人物，从而深深打动了观众的心。此外，张若楠的微笑和动作也被认为是极大的增强了角色的魅力。这些细微之处不仅丰富了角色的形象，还巧妙地展现了张若楠本人独特的个性特征，使得他的表演更加生动立体。尽管有些观众对其真实性持有疑虑，认为如此自然的表演可能并非完全出自演技，但大多数人还是给予了张若楠正面的评价，认为他的表演真实动人，堪称演技派的新生代代表。